今日我上到嚟咧就得一樣嘢嘅啫，因為咧我哋社民連咧喺兩年前咧就係向阿曾蔭權掟招嘅，咁佢咧就當時咧就係拒絕加生果金，又過咗兩年，對於長者佢係絲毫無憐憫嘅，我哋係要求咧佢係呢一個咧係唔好講啦，要做啦。就是希望佢咧能夠設立全民的退休保障，希望佢能夠有呢個失業援助金，係咧保障到呢個基層。我希望佢係會咁樣做，而唔係玩口水。所以我哋咧帶咗好多，大家知㗎啦，有啲係爹哋媽咪嘅口水堅啊，夜晚黑啲僆仔玩口水、流口水啊，周牀都係啊，一副都係噶。嗱，我哋啲口水堅就一間俾佢嘅，咁我哋不如嗌下口水堅裏邊啲好冇？好，扶貧金風，扶貧金風，特首尊容，特首尊容，敬老吹水，敬老吹水，長者澳水，長者澳水，特首噴口水，特首噴口水，基層心高水，基層心高水，特首亂噏，特首亂噏，政府執笠，政府執笠。立即執行全民退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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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復建居屋，復建居屋，壓抑壓抑地產霸權，壓抑地產霸權，專門走肉收，專門走肉收，老友凍死骨，老友凍死骨，特首玩口水，特首玩口水，基層有排衰，基層有排衰，我哋由啊。主席讀出我哋嘅聲明。抗議施政報告行政霸道，漠視基層，要求政府立即實現民主，壓止壟斷。今年曾蔭權嘅施政報告可以預期又係一份令人憤怒嘅施政報告，因為以曾蔭權小圈子政府嘅本質，佢嘅施政報告必定係繼續實踐行政霸道，維護官商勾結，製造貧富懸殊。香港市民需要的是一份能夠實現民主、壓止壟斷、濟貧扶危的施政報告。小圈子政府自以為是，唯我獨尊，完全漠視市民的聲音，於是出現了600億興建高鐵、400億申辦亞運、招聘大量副局長和政治助理、私惠素餐的荒謬政策，虛耗公帑，但對民生的困苦不聞不問。我們要求落實雙普選，廢除功能組別，修改基本法，還政於民。政府由小圈子選舉產生，施政是偏重以地產為主的大財團，縱容它壟斷各行各業，政策偏重金融地產，基層市民被任意剝削，令到香港正進入地產霸權的時代，社會流動日漸減弱，造成跨代貧窮，拉大貧富差距。我們要求重整土地和房屋政策，包括訂定長遠的公屋建屋目標，為輪候公屋的人提供房屋津貼，定期賣地，立法規管預售樓花，改革房委會、城市規劃委員會和改革市建局等等的制度，立即制定公平競爭法，壓止壟斷。曾蔭權在去年聲稱推動六大產業增加就業，一年過去了，社聯推算本港的貧窮人口是超過126萬，創歷史的新高，充分證明曾蔭權延續董建華執政時候的假大空，變相令香港的貧富懸殊情況同最貧窮的第三世界看齊。我們要求落實最低工資33，推行全民退休保障，提高綜援金額，設立失業援助金，回扣東西稅和領回，並改革稅制，包括引進累進利得稅，增加印花稅，恢復遺產稅，以求公正地再分配社會的資源。香港人值得比現在更好的制度和生活。如果曾蔭權政府拒絕改革，不單止是對全香港人的背叛，
亦都係對一國兩制、港人治港、高度自治嘅背叛。香港人都要自強，認識到落實民主政制同埋建設自由、公平、公義社會，先至能夠真正創造財富，維持社會繁榮穩定。為此，香港社會民主連線會繼續堅定不移咁濟弱扶傾，義無反顧。回購東西税，回購東西税，不要嘥錢押運，不要嘥錢押運，回購東西税，回購東西税，設立全民退保，設立全民退保，特首噴口水，特首噴口水，基層深都税，基層深都税，扶貧急風，扶貧急風，特首尊重，特首尊重，特首亂噏，特首亂噏，政府執笠，政府執笠，還我公道，還我公道。